Hello，南都娱乐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俊凯。我现在接受南都娱乐周刊的快问快答挑战。8月30日，一起来天坑一脸，一秒下坑。非常的硬骨头，想做就做。印象最深的一场戏就是在那个倒吊在树上那场戏，非常的辛苦。如何在大东北保暖吧？拍戏之余的话，那就是尽量抽时间去，休息，就是睡觉啊什么的。最想挑战的角色类型就是下一个角色。生日愿望就是赶紧把歌曲给弄出来。瞬间移动吧。下一首音乐作品就是想尝试一下，就是那种比较慢慢的抒情的歌。谢谢大家的陪伴吧，然后也多陪陪宝庆哥吧。